还是从台北。哇，从台北特别过来的。对 ，OK。不能爱去，我都爱去哦，特别跑过来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那觉得暖暖办这个活动感觉怎么样？这很好啊，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然后爸妈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一起玩水，一起同乐，很开心这样。啊，有没有多认识暖暖？有啊有啊，就是整个规划都还不错，都还有表演什么都还不错。啊，对对对。常常每年都来吗？今年第三年了，哦，真的，来第三次了。你不觉得规划越来越好？有有，就是动线跟安排都比较好了。我告诉你从哪里来？七堵，好不好玩？好玩。一年一度的基隆清水季活动在暖暖清水公园热闹开幕，各式各样的戏水设施让前来玩水的亲子朋友嗨翻天。在玩什么？我在玩水圈啊。好不好玩？好玩。你们很凉快。有。很凉。那你们今天几个人来？四个人来。四个人来。啊，你带四把枪哦。对啊。哇，啊你同学嘞？嗯。啊，你们怎么玩？我就在玩水圈大战。基隆清水季正式展开，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暖暖区长陈如东、跟议长秘书杨文和、市议员连恩典、陈冠宇等贵宾都到场参加开幕启动仪式，与民众一起清凉同乐。在池子中不要奔跑，以免滑倒，注意安全。贵宾共襄盛举。首先，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我去年玩这个清水季玩得太开心了，还滑倒了，大家还记得吗？哈，所以请大家记取我们小爱爸爸去年的经验哈，今年玩水千万不要跑。有很多人还误以为说我是不是故意的哈，其实真的是清水季就让大家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像小爱爸爸去年一样。就是会突然想要跑起来，因为很兴奋嘛，哈。那我们最近也持续在盘点啊，更多的公园空间啊，一方面有一些宠物的功能，一方面也会有清水的功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仍然在继续的推动当中。那有什么进度，也会来跟市民朋友分享。那最近天气也越来越热，那暖暖以上都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地方，那我们现在想把好地方上面再加上三个字，好好玩，好有趣。那因为暖暖来讲的话，我们有山，我们有水，所以在这边我们这个清水公园在这边配享肯定我们基隆市府的用心。同时之间也未来如果有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那去配享也会尽全力协助市政府。这一年当中非常认真，我们的志工不管在我们树木的维护以及的养护上面，让我们在这么热的天气上能够有很好的天然的遮阳的地方哦，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的区公所，也感谢我们市长特别将我们暖暖打造一个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能够清水哈、哦。他完全是在外地工作，重新回到暖暖创业跟发展的团队，一个是山城乡市的林大哥，另外一个是山水草间的柯大哥，他们两位在现场，他们两位可能不在现场，但我想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只要我们的社区越做越强，只要我们的官民连线，政府跟民众一起合作，推动暖暖的观光跟发展，就会让更多的中壮年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愿意回到暖暖。基隆清水季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欢迎亲子朋友来清凉过暑假。今年公司部门也一起规划了许多暖暖在地的自然生态跟文化亲子活动，欢迎民众一起来深入体验暖暖之美。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